穿着内裤出去，大家都看得到啊。啊，对啊，但你要穿着内裤啊。所以我买一件给你，你就穿着内裤出去啊。我都有穿着内裤出去啊。哇，这个是下面这些木炭人是谁？柯南啊！为什么他冰那个欧蛇蛇？是怎样？他怎么黑掉？他就去海边，不小心就晒成木炭了。这么厉害！